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手游 FIFA， 我要活下去。好的，这场一样玩团队突袭，来看看遇到什么样的队友。然后我现在穿的是一个很像流浪汉的服装啊，就是一个感觉上，想伪装自己就伪装不成功，然后戴一个这个很奇怪风格的头饰啊。好，来吧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场一样呢，补包先丢掉，以后再捡回来就有四个补包。有人开麦克风。哎呦，开麦克风有点怪声哎，那是他讲话还是不讲话？怎么那么多补包？他丢补包给我哎，不用，你自己留着。你是真的拿铁吗？是二蹲两下。我是假的，你真的蹲两下？我不蹲啊，我现在不萝卜蹲了，不好意思哦，一蹲就要被跟场了。好，来吧，享受一下团队突袭啊！这个团队突袭，大家都主要是拼抬枪爆头啊！我靠，敌人，倒了！这么快？哦，拳头流来了，冲拳流，前面吧，没东西可以捡。你在哪里啊？我看他有实力啦，先救一个，他点了。这个在干嘛？原地漫步。好的啊，第一场顺利获胜。来吧，我们看一下玩什么武器。可以买散弹枪玩 M1887 好了，没有钱呢，不能买防装。好，这场队友看起来都还蛮正常的，至少没有跟屁虫。Go！ 像我觉得这个场地啊，通常右边左边都要人，不能够全部冲一边，因为很容易被偷。像这个状况，这个走，大家走的位置就不错啦，分散走。我看敌人了，他想绕，他想偷，想要偷的，去抓他，我要再近一点。怎么跑那么快？他没看我。嗨 ！First blood。OK， 倒。哇，这个没有防装防御，这攻击真的高。又是假的我，怎样？哇塞！他那个耳机声音好吵，我先把它关掉好了。等一下哦，我先丢点东西。他根本不讲话、啊。有个敌人，我想把那个声音关掉了。他就咔咔咔咔咔的声音，我直接关掉了，太吵了。剩一个敌人会不会挂机吧？看一下，有凝胶，有挂机是不是？哇，有挂机的话，基本上他们就难赢了、啊。好的，第三场，我看一下凝胶可以买了，丢掉。我再看一下麦克风，看有没有他想要讲话。没有什么话要说，是不是？给你机会哦，关掉，太吵了啦！我建议大家麦克风啊，如果你不使用就把它关掉，不然很吵，它会有一个杂讯声音啊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如果你们有在玩团队突袭，像我麦克风是因为我录影不能开，我开的话呢，录影程式是开不起来，会直接关掉。所以说，像你们如果私底下在玩的话呢，麦克风如果没有要使用，把它关掉，不然会蛮吵的。那或者是你爱骂脏话，你也可以把它关掉。不然其他队友会听到你在骂脏话，会觉得你非常的不理智。对，鼓励胜过责备啊！左后方有一个，可是前面也在打。有一个人上来了。OK， 先收一个。是狙击枪吗？剩最后一个敌人，在哪里啊？剩一个。在哪里？倒了。
欸，又是假的我，哎呦，欸，大家那个名字创自己的名字啊，不要被乱创啊！第四场，看是终局之战啊，凝胶给他买多一点，七个凝胶 ，OK， 丢掉。我再开一下耳机，我看有没有想讲话。哇，好吵啊！还是在那个杂讯音还是很大声哎。他们要讲话，我要把它关掉。我先关掉好了。哎，哦，哎，超白目的哎，我超讨厌这种白目队友。不知道哪个架凝胶，超白目的。哎，我跟大家讲，不要当白目队友啊！就是你如果玩这游戏啊，他这个，因为我知道一个 bug 是用凝胶把人家挤出去啊。我说过，不要用 bug 去赢游戏啊，这样子根本就没有办法，就是赢得光明磊落啊。然后刚刚的状况下，我们一开始他故意放凝胶啊，这根本就是恶意把我们关起来啊。像我平常如果遇到，我会直接退出游戏哦，我就让你自己打，那么厉害你自己打。所以说不要一帮当白目队友啊。哎呦，开战了！我刚刚不知道哪一个名字啊，等下看重播才知道、啊。超白目的，哎、欸，被他挡到了，打，烧，还剩一个，哎、欸，那个挂机好像复活了，挂机复活了，应该不见了，最后一个 ，double kill，OK， 吃鸡，刚好用凝胶在，哎、欸，刚刚是谁用凝胶？把我挡起来啊！看一下，我刚才想要退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觉得很不爽。你要关敌人吗？干嘛关队友、欸？哎，队友是你的朋友、欸，是你的友方、欸。哎，有六杀。我刚刚不知道谁关的啦，我就觉得不要那么白目啊，去做那种就是这样会让人家讨厌啊。我刚忘记关那个声音了，现在可以听到一个麦克风开着的声音，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那种杂讯声音啊，有点像可能他在玩手机，然后手碰到。好的，今天这场呢非常快速的就四杀结束啊。然后刚好遇到那种会架凝胶的人啊，我会建议你如果要用什么 bug 之类的，自己用你认识的人，不要去用其他队友啊，因为这样人家不知道状况，你可能把他给卡住了，最后可能对方过来的时间更快了，因为团队突击时间本来比较快，你这样很快杀过来的话，你可能来不及反应就死掉了，那可能最后输了，或者是有些队友直接不爽就直接跳 game 了。你也不要怪人家，因为像我就会觉得很白目，我就会直接跳 game， 因为我不想要跟这样的人一起玩游戏啊，因为影响到我的作战方式或者是我们玩游戏的感觉，这样就不太好了。所以大家建议大家不要乱加凝胶去，或者丢闪光弹干嘛的，去害你的队友干嘛的，这个是非常白目的行为，不要做。好啦，今天游戏先玩这边，我大家想带你影片可以帮你喜欢，可以订阅我，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给你朋友。后面有去介绍 FIFA 的攻略情报，下一场遇到什么样的队友呢？让我们接下去看，我们下游戏见，拜拜。